水，还有一份炒饼丝，土豆炒饼丝。Hello， 朋友们好，我是包包。那个昨天的那个饼子做的非常好吃，成功了，不硬，味道也行，咸淡也正好。那个老公虽然说是中午不开心没咋吃，但是昨天晚上老公吃了不少，所以袁心花今天早上一人一大碗的炒饼丝就变成了一人一小碗。不管咋样，只要老公吃得高兴，所以我也高兴。现在我出来逛逛我们这的一个大超市，我有好久好久都没有来超市买过东西了，准备买点那个那个面包啥的了，给孩子以后做的那个早餐能快点做好，能吃。哇，巧克力！哎呀，今天是不是七夕了？今天是七夕了。你把太贵了，我看看，没事没事，我看看。你看我这过的啥日子都不知道，今天都七夕了，你咋办呀？我觉得那巧克力对于我这个年纪来说用不着，我觉得有那钱我觉得我还是多买点肉合适。好久没有喝这个白象的这个方便面，这个方便面我感觉喝起来还不错，拿上一袋吧。就拿上一袋，先拿一袋尝尝。家里的黄豆酱也没有了，再拿上一瓶吧。荔枝，哎呀，给娃娃们买点荔枝，9.99。哎呀哎呀，看看我买了点啥了，我老公在那偷摸我了。偷摸你啥都没偷摸你。哎呀，拿这里啊。还没抗标吗？拿这里啊。这。哎呀哎呀呀。哎呀，这金不上树，不上树。哎呀，拿到这里。抗掉嘛。这张是还有啥呢？不能歪。啊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买些就好了。哎呀，这是给你买的，祝奶你七夕快乐。七夕刚刚吃葡萄了。哦，意思说给奶你买梨子了，你买个好水果了，你能吃梨子？梨子几乎不还漂亮。啊，不是梨子个里的樱桃，我要给你买樱桃了。结果上老半天没有樱桃，所以我就给你买下我樱桃类似的，不是梯子，外啥？梯子比葡萄好吃，就给你买下梯子了。梯子买的红梯、绿梯，那不是这梨子你也是给买了，哎，平时都吃不着的。啥平时？买了，你看我这不是还买了俩的这东西。我本来是打算买个面包、吐司的，结果就一到了超市了就收拾不着了，啥也想要。这个是给你买的，让你新里的白衣裳。哦，再次回。啊。新的白衣裳，白 T 恤。哎，老师，这个买了个牛蒡，牛蒡你能吃？里的蚕豆你不要吃。我看了，牛蒡是红薯粉做啥的。要烧我吃啥呀？现在吃忙面嘛，你也不是说吃忙面。哦，吃忙面了。吃这个素焖面的嘛？嗯。素焖面我不会做。哎呀，肉做。你要吃肉就行了嘛。啊？肉做，肉到。你说呀？我到哪走了的？啊，那这里。嗯。我还是习惯了你在手中偷的。嗯。来，七夕快乐，给你吃，给。哼，哎呀。把你表哥断了，那都吃吧吃吧，我都馋了，那吃。我吃也吃不得香酸，主要是。没事，吃吧。哎呀，哎呀，
哎呀，以后对待你好些，不要看到你，我努力。哦，这都好了。你也都有好好的说话，我不是以后都有好好的说话的。我是嘴巴不会。你要一会儿穿火，你看你又一会儿又穿老火的嘛，看的。快吃了。冬瓜子切片了，还是切块了？我只是偶闹啊，你不要吵啊，你闹不了。啊，那我给你放好了。那这是多过头的刀啊！都没头的刀哎。多骨头的，哎呀，热锅子前面的，哦，我放不起，哎呀，你有啥不也有了吗？快，啥的钢刀怕我跌倒了。我要拍那你做书毛面了，我看看那你的火法、哦、我拍下来以后我就会做的呀。哦，我还以为你怕我跌倒了。是哪跌倒？那你找来捏呢？你看老公起来了。那你也不对啊，又着你了。哦，毛面我就不是在这跌，你就管子切下就行了嘛，你要人气了毛面我们拿过来搓。那你从卷起来搓呢、嗯、老公的脚就可抖了。不是脚脚的，你这个这啥东西没吧？我今天我还在面具间行不行？行。你看，啊、一般啊，一划啊啊，知道这叫什么面了吗？不知道。这叫柳叶面。哦。你看，说宽，狭窄。我整你切下十五块钱在的，你这打不打鞋子你不就切下在的了？那切吧，切吧，快切吧！我是搞你们。啊，你每天我在这好好的说，我还能上哪去？我其实说的可憋气了。我就是在你对我和你和好好的说，我就和你好好。你要对我不爱上，我对你也不来的。你咋了？快走吧！你又开始厉害起来了呀，拖了几天呀，开始听话又啊，你这又开始不听话呀。我要不听话了谁管了？快些吧，坐吧。这是多少？你说一百四十八呀，一百四十九斤多就是。哦，刚你一百四十。我起来我看，万一都揉到哪那个的，都坐到上坐的不老实。多少？一百，那我也没拿揉了呀，万一都揉了。我哪知道的？五十七是多少？一百一十四。啊？不知道。不是你在放的猪油哦，我说猪油的猪油呢？关键是你哪吃猪油？猪油还有怕啥呢？猪油不是猪肉那炼下的油，肉不能吃了，油还不能吃？油不是猪肉的。我给那你做的时候有两回去喝的猪油炒，我都哈都不敢用。那是。你这这回要是好了，以后可得注意了，你。不能吃的东西尽量不能不吃，或者是少吃，可不敢都吃了的。以后不醉。哎呀，我今天在超市里看见那个虾也流到有血买了，也许你不能吃算了吧。Yeah.
烟。加水，你看见了吧？这也是刚拆偏了，就想着的水。你不能说摇头。摇头干啥？摇出来把面刷了，再往里倒头。嘿，我就是来这做的。你是来这做的，不是？这是一次吃，一次吃，知道吧？我中间还闹个哭哭。哦，为下一步做准备了嘛？把山坡都来哭哭。哦，知道杨文山要把个坡拆了。那还有人用南瓜的。哦，对吧？对，我也想成用南瓜做啥子了。你就没那个做过用南瓜做的？哦，不好吃南瓜。不行，你以后就得变得好吃了。南瓜是对你吃着对你好，都吃南瓜。以后都吃对你好的东西，不好的东西不要吃，尤其是白酒，绝对不能喝。我姐姐酒就都有。真的？我姐姐酒就都有不来。我就听你了，这经历过这一回就喊不起了，喊就喝酒了，看见了。妈，不要说了，你看又开始叨叨呀！我开始叨叨了。刚年轻，你一提见你说喝酒就闯祸了，你不开始就是能不能喝？哎，我们今天喝饮料呀，今天过七夕了，喝出个饮料庆祝祝呀。庆祝上了。啊？连鱼也把它庆祝上了。过七夕情人节了嘛？是，俺们今年谁了？今年有情人。那哈老鱼有彩虹了，啊，在连不哈鱼彩虹也没了，外头见了面。我要和谁？你讲和谁见面了？和我见就行了，你要和谁见了？来，咱俩干个杯来。来，干杯！你好干了，把你开水，太么好了嘛！哎呀，真好！我来说说，哎呀，你说那些东西去了，你怎么跟我讲进来的呀？啥时候讲进来的了？哎呀，做到我姐姐做的失败了，我看看老公，微单的做的。喂一下蛋，咸也少，还没那会做啥子好吃的，你也越说这个事。